欢迎回到节目中来，继续关注我们的体育速递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转投美国新东家的贝克汉姆的近况。美国当地时间昨天，小贝参加了他来到洛杉矶银河队后的第一堂训练课。小贝轻松地做了一些恢复性训练，而这次训练也因为小贝的出现引来了上千名球迷观看。当地时间7月21号，小贝将完成他代表洛杉矶银河队的处子亮相，对手是来自家乡的英超劲旅切尔西队。